逢星期四晚9:30，现代豪侠传，客家佬、烟鸡、四海、啤梨。投票人数创新高，票站打蛇饼排成粒钟。刘以豪、尹兆坚、马连山、莫振宇，你都要排几耐噶啦？排一个钟。其实点解都觉得要嚟呢度，即系投呢个票？系排演唱会飞都唔止啦，投票一个钟梗系排啦。即系呢个系公民站嘅权威，今次咁紧张，即系好紧要，有一票都唔投。系。值得嘅，因為其實呢個係仲比遊行更加有用啦，我覺得。即係香港人要為自己發聲，同埋為我哋將來嘅後生嘅再年輕嘅一輩去做啲嘢，唔緊要，我等到幾時都值得。事實證明啊，落力啲嗌真係嗌得喐人去投票嘅。計緊今屆立會選舉，總投票人數超過200萬。截至夜晚9:30，投票率已经有52.57%，即系190多万选民投咗票，比起上届多10万，自88年至今最高嘅一年。但系点都好啦，选举结果都尘埃落定噶啦，大家留意翻即时新闻啊！嗱，投票率高咗咧固然好，但系同时间港岛九龙都有票站打晒蛇饼，乱晒龙嚟嘅点？例如投票率最高超过50%的港岛区太古这个票站，夜晚10:30仍然有1400人排队，最快是最快都要凌晨2:00才投完票。因为它里面其实是不大于400尺的位置，那里面要摆是它得4个的 counter， 然后有7个的投票间，其实是绝对不足够。我一定会向选管会投诉，和向申诉专员公署投诉，是浪费我们居民的时间。蓝田启田票站一样重灾，夜晚近10点，仲有800人排长龙，工作人员直头要冻个牌截龙啊！想知立会选举结果，继续报实苹果动新闻啊！苹果好，翻嚟第二节嘅现代豪侠专卖俾你。四海精文，阿家佬，点解？哇！刘精文快捻到搭声喎，今次又即刻。OK， 咁我哋讲几个基本嘅论点，然后我哋就可以开始讲选举啦。咁啊，首先咧就系、是頭先我先生講得好啱嘅，咁其實就今次啲有啲票站嘅安排咧，的而且確係唔係幾方便嘅，此其一，其二。咁啊，第二佢就話要去投訴選管會，咁都係要投訴嘅。雖然我認為冇撚用，喂，屌你老母閪！而家淨係嗰個尚德站同埋我投票嗰個李乜鳩嘢啊？李興貴，李興貴多咗幾百票。OK， 有份 involve 入去嘅本文前去入去咧，即係要求個選舉主任喂解釋或者點樣？屌你老母閪，揾埋差人嚟話。你個靚妹。話撚知你閪冧，屌你老母閪！你選管會有乜鳩嘢用啊？咁啊，第三佢哋話投票咧就有用過遊行。咁啊老實講，投票係成本最低嘅表達意見嘅方法，但係大家要搞清楚啊，香港個議會咧係先天性係有缺陷嘅。嗱，今次嘅投票咧，咁當然啦，如果用我哋成日用嘅蘋果，話蘋果動新聞，其實我好想唔用嘅，但係真係冇人做得好過佢嚇眼前清。就當然是香港人的勝利等等等啊，好撚感動啦、啊！但是問題就係點解咁撚夜先去投票呢？阿四海，你覺得點解咁撚夜啊？會我諗香港人的惰性啊！嗯因為我成日喺呢度講嘅，因為台灣人咁樣投票，台灣人4點截止嘅，但係咧、台灣人的投票率是70-80%。點解？其實我覺得是事在人為啊！你啲台灣人咧去投票是真係殺有價事，好重視呢樣嘢。人哋朝頭早7點嘅票站開，屌你老母已經排長龍打曬。但係台灣投票係咪放假㗎？係放假嘅。香港呢樣嘢就係難在啦，其實唔係佢嗰日都放假，禮拜日嚟㗎嘛。咁有佢唔係咁，你做 sales 係咪放假？哦，台灣我知道有啲國家係硬性規定，我唔知道台灣係咪。美國所有嘢乜嘢工種放曬假。台灣唔係，台灣未至於。OK。屌你老尾閪！你香港喂，我要翻工，咁咪焗住夜晚先嚟收工投票。但台灣咁樣嘅，譬如話你要當間啊嗰啲，譬如公務員要當間、警察咁樣，佢有一個所謂嘅投票嘅輪間期係俾你去投嘅。OK， 咁就香港啊未試過咁樣嘅。阿客家佬，你覺得點樣咁夜啊？其實咧，
我就唔會講呢一點啦，我反而講另外一點咧。呢個選管會咧，即係香港政府咧搞呢個選舉咧，即係冚家鏟中嘅冚家鏟。嗱點解咁講咧？喂，大佬完全冇應變嘅能力，好簡單嘅嘢。開多票站。嗱，好簡單嘅嘢，由四年開始，大家唔知有冇印象？佢已經咧專登將有啲認為冇多投投主派多投票高嘅，佢啊夾硬將個票站咧改喺第二度，改完咗啊，譬如改埋啲小動作。好啦，好似我今次我自己投大美督嗰度咁樣，那個票站咧得三個監打。你諗咩？喂，仲有一樣喎，呢四年咧入去丁角路住嘅人咧係不斷增加噶嘛，以倍計啊，係你冇有冇可能你自己計唔到條數啊？唔知佢專登定乜溝叉啦？喂，我哋嗰度由頭到尾全日都枕住有條人龍。係啊，你哋嗰度好撚堅啊！梗係堅啦，係由朝到晚都人龍啊！我啊，我七點半去都排咗成九個字。哇！咁我老婆咧就八點幾去咧，排到十點都排兩個鐘，因為最後啊嘛，由頭到尾即係舉一反三，基本上你呢個政府就係垃圾。牛精文，點解咁夜啲人去排都排到咁夜？挑你諗乜嘅閪！我真係唔撚知點解啦！你今日你香港政府而家擺撚明，屌你冇錯，你而家就幫曬建制噶啦，根本係共產黨噶嘛，吳家鏟有乜撚嘢好嘢講啫？而家嗱，其實喺阿閹雞講之前咧，我真係覺得好撚慘。香港嘅畸形係畸形在呢一度啊！阿四海嗱，喺專制社會，好似大陸咁嘅專制社會咯，係啊。OK， 在開放的社會，很多譬如歐法國啊、歐美啊，很多國家就是一個自由主義、自由的社會。OK， 你香港所謂的一國兩制，屌就唔撚湯唔撚水。係啦，屌你老母臭閪！喂，而家最慘就係咧，你梁振英上台之後，佢唔能夠真係做到咧。嗱，兩制建制力點解幾時幫建制？我諗全世界政府都係嘅，但係盡量我哋以前港英政府遺下嗰、那個。最好的制度就是盡量公平，是公平公正的，做樣都要，即係令到個政府或者個選管會，或者即係啲人咧有個 credibility 啊，大家唔會去質疑佢啊，點樣選出嚟？嗱，今次老實講，雖然話叫做嗱，即係我哋唔好講我哋一陣先講我哋自己立場啦，叫做所謂嘅非建制，唔好話大勝啦，即係叫輕勝一仗 ，OK。亦都冇乜人會出嚟搞事，喂！終於有一日你選到乜嘢情況出嚟嘅，啲人都唔肯信你嘅，咁咪暴動咯嚇！阿閹雞點解你覺得搞到咁夜啊？一來就係啲人唔係咁上心咯，即係賴賴閒啦，咁啊食完晚飯先去投啦，你知原來係咁樣。咁另外一個原因就係、原本太古城咧，聽翻我啲隊友講，咁就應該係兩個票站嘅，咁佢今屆咧就二合為一，咁啊縮細咗。咁咪變咗全部擁曬去一道地方。好，咁啊，我講咁簡單。首先咧，第一，好多人咧就懶懶行，呢個係事實嚟嘅。OK， 咁但係最重要的一樣嘢咧，就係雷頓計劃嘅影響。好多人喺度等，喺度聽雷頓個計劃，我哋下一節講。咁大家如果聽開個節目，知道我係對呢個雷頓計劃咧係點樣心痛互絕嘅啦，即係閪中之閪，閪中之閪。我哋唔係齋屌，唔係因為你戴耀廷嘅人格人品低下，或者屌你咁閪個心腸污穢啊，我就屌你。我唔係嘅，我係要從好多客觀嘅事實嚟批評你。根本嗰個 OK， 咁啊，香港人問題就係你哋個個又肯去聽雷頓計劃喎。即係喪失咗個人意志喎，所以我好 buy 咧。我哋星期一嘅客席主持啊，黃一恆嗰樣嘢嘅，唔好怨，輸就係輸，贏就係贏。屌你老母，你嘅客仔即係你啲選民，佢要聽雷動計劃去投一張票，你抵死，幫佢哋嘅人，而唔去投你哋所謂嘅本土派啊、葉普城啊，你怪得邊個？係你哋自己嘅傳訊做得唔夠好。如果做得夠好嘅，佢根本就唔需要聽雷動計劃就投咗張票俾你。OK， 你可以話佢港豬，你可以繼續嘅，但係你就可以唔好去搞政治啦，就做嚟我呢個位，做嚟我呢個位講得。如果你哋去搞政治嘅，會繼續參政，希望去影響社會嘅，我真係苦口婆心。有陣時有啲説話咧，發泄完講完一日一個禮拜算啦。點解票鬧唔鬧到翻嚟有啲得？咁但係原來去到咁盡，而家咪睇咯。我將人民力量、社民連嗰十五萬票加埋我哋嘅十五萬票，就係三十萬票。上屆就28萬票，多咗2萬。屌你老尾，喂，
多了成200,000人投票，嗱幾萬人投票喎。咁點解會咁啊？即係證明我哋個傳訊能力仲未夠嘅。咁大家多啲做實事。好啦，屌你老母臭係，你班咁冚家產啊！我答埋呢個佢話先。阿羅志興粗我唔使講，太古城嘅票站投票率最高嘅係葉劉淑儀。OK， 咁但係點解釋啲人咧排隊排咁夜啊？因為一陣晨早由朝到晚都葉劉淑儀咯，咁撚容易解釋。因為夜晚排隊嗰班，夜晚打蛇餅嗰班，我100%保證，大部分起碼超過80%係投非建制派。因為嗰投建制派嗰啲咧，我唔覺得佢哋會咁有心啊！喂，你試下叫我排兩三粒鐘啦，人哋嗰啲晨早已經。幾撚有動員能力啊！人哋嗰啲啊，係咯，屌啦！我淨係睇我個區咋，一早已經握曬手啊！屌你有冇晨早已經去投票㗎？人哋嗰啲同埋咧，冇咁撚嘢㗎。唔係咁，但係咁講嗱，香港人咧，即係有陣時我真係覺得好撚奇怪。香港啲中產咧，即係近日有人將個報紙講翻出嚟咧，係好多人支持劉淑儀。點解咧？佢話因為葉劉淑儀當日2003年嘅表現，佢係咁俾人屌，佢都堅持，佢忠於自己，所以要投票俾佢。OK， 咁今日我唔記得我喺蘋果睇邊個作者話嘅，佢話咧，我如果用呢個邏輯嘅，咁你見到吳克儉咁樣俾啲學生屌，佢都喺度繼續玩手機，你都係應該要投佢嘅喎。特首啦，應該可以做。咁、okay? 其實我想同大家講，乜都唔關事。是大家是先有了你的印象，你是撐葉劉淑儀的，你見到他這樣屌你都傲視人家不撚你的，你覺得他好撚嘢，好撚型啲，好撚型，你是不撐他的，屌你老母，你當人是死啊！等於你是覺得吳克儉，如果他的仔咁撚麻撚煩，吳克儉啱啊，你就你係喂，你梗係好撚嘢，你真係有人支持吳克㗎，你是先入為主，你係其實我哋自己都會墮入呢個誤點度嘅，係一撚樣嘅。但係今次咧，你香港人咧真係只不過係俾一張蘋果日報。加埋雷動計劃，加埋 D100，加埋臘腸，幾個媒體，原來就真係可以擺佈曬你哋噶啦。咁我對於香港人嘅個人意志咧，成日所謂嘅獨立思考咧，本來我已經好撚質疑嘅，而家就更加質疑。OK， 而家就更加質疑，因為最撚好笑嘅就係佢哋仲成日話，包括有啲我一直都我哋自己身邊嘅人客家佬，都話睇政綱，淨係出現呢三個字。睇政綱，我已經覺得係非撚常咁好笑啊！第一，你做到咩？你啲政綱冇撚錯啦！你過到分組點票咩 ？OK， 嗱，我而家唔屌死佢，作為時事評論人，就只不過係好你未做，我俾機會你哋做下先。但係我對今屆議會係完全不存厚望。OK， 仲何況而家最撚堅嘅就係我哋偉大嘅張超雄。已經喂呢一頭都未撚屌你老母閪，未撚大家唞順條氣啊！做義工嗰頭已經出嚟同童軍社合作，為雙非兒童，記住係雙非兒童，雙非兒童即係乜嘢啊？阿謙哥，你講下，即係老豆老媽子都唔係香港人。咁啊，兩個美國人係咪雙非啊？係啊。啊，嚴格上都係嘅，但係當然我哋知道佢呢個雙非兒童係形容嗰啲大陸嘅咧，大陸沖集落嚟生嗰啲咧，老豆老母都唔係嗰啲啦。張超雄同童軍社。合作建議，我覺得佢亦都會喺個議會度提案嘅，不過一定過唔到啦。但係好難講啊，因為你而家呢邊你建制派係啊，建制派嗰邊贊成，你咪賴緊咗嘢咯。係啊 ，OK， 唔使一年就可以攞綜援。咦？呢個老師個咩嘅喎？姓江。屌你老母臭閪！唔係啊，國師啊，你先。唔係老啊，小麗老師啊。小麗老母啊，老師。屌你老母啊，小麗！屌你老母啊，我係第一個啊，我而家係屌你老母，我就係正正式式，我就係純粹係個樣，佢黑鳩我憎。女人生到咁撚樣已經係好撚閪啦，唔使水平啊，我就係屌你，屌你老母，你有乜嘢可能？你張超雄而家單飛嗱，我唔同你拗。雙飛好撚淒涼嘅，我哋講過100次，佢亦都有嗰個叫做酌情權機制喺度。屌你老母閪！你而家就要一開波就要咁樣搞，你根本擺明就係要同我哋對著幹。咁點解會有咁多《蘋果日報》啊嗰啲所有嘢支持佢啊？大家夾緊住啊！唔係好多人堅韌不屈嘅啫。尤慧晶、梁仲恆，我啤你同你哋講，我夾緊住你哋嘅。我希望嗱，雖然咧今次而家已經係反曬面啦，我仍然係樂觀，即係其成。你哋後生柒啲唔緊要，慢慢累積經驗。但係最緊要嘅就係嗰個底氣、那個骨氣頂撚住，讀得書多與少啊，能力嗰啲全部唔係問題，頂撚住，唔好一下子屌你老母！記住，
點解呢個雷動計劃最後喂張超雄嗰啲其實都矮矮地嘅？係啊，喺理論上最初矮㗎。因為你好似范國威，點解會死啊？點解唔撚得啊？除咗鄭家富原因，因為佢唔係啊肥佬麗杯茶，因為范國威啊温和本土都唔得啊。肥佬黎李柱銘佢哋講撚明大中華噶嘛，呢、這個亦都係佢哋點解喺極受打壓底下仍然可以屹立到喺香港咯。如果真係要收佢哋工嘅話，死撚咗啦！點解唔收佢哋工啊？因為而家仲有啲俾佢激進得太多啦。我哋要堅持呢個信念，我哋係咁俾人打壓，或者係鬱敏佢哋係咁俾人打壓。就因為他們做的事是 work 到一些事的，有機會起碼煽動到鼓動到一些人。而蘋果老實說屌你擺撚到明，你在雷動計劃欺撚到這個雷動什麼計劃，這個雷動計劃很撚明顯其實就是一個打壓葉普城的計劃，衰過共產黨，衰撚過共產黨。下一次回來說中秋節當然要喝酒吹下水吃下東西的啦，嚟紧嘅九月十号系 MHK 中秋节美食日，约定大家一齐上嚟啦！嗰日除咗可以参观我哋 MHK 录影设施，仲可以睇到节目系点样直播之外，仲有埋晋升同 Giant Jean's Kitchen 为你炮制嘅精美小食，加埋本地同进口嘅啤酒、红酒、威士忌试饮，入场都只需要系30蚊咋！哇，咁笋！快啲上嚟我哋 MHK 网店或者打嚟39558673报名留位啦！九月十号中午12点见啦！现代豪侠传逢星期四晚上9:30至11:00低俗频道。